这是我秘书，酸橘子啊，酸橘子。哎，酸橘子，酸橘子，站那干嘛？过来，来，别走，别推我，进，哎，进去，哎呦，别动，别过去。我睡得真快，跟个牲口似的。这哪像女生的家啊？辣您眼睛了，那您忍一下。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还找了一张这样的照片。你凭什么呀？你算老几了？你快问我，跳楼还是选择回去继续给陆景林当秘书？我选哪个？你选哪个？跳楼。你别笑。趁他回来，继续和我做秘书。我要是回去了，我就是猪。你去做另一部电台。为什么？我看你闹心。你怎么换了一个部门，智力也跟着下降了？你忙，给我倒杯水。我让你给我倒杯水，听到没？让你说话了吗？要不你来。你来汇报。笑什么？我没事。没笑啊。你别笑。表面小白兔。陆总好。好个头。陆总再见。背后大尾巴。虚伪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虚伪？别抹了，这猴屁股。您说话能别这么酸吗，陆总？酸吗？那还不是因为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这酸橘子，还真以为换个环境你就是酸橘子了。今天晚上您是不是吃饭的时候盐放多了？什么意思？咸得慌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牙尖嘴利啊？为了生存，人不都得虚伪点？跟你就不一样，我从来不虚伪。哦，那你可能不是个人类吧？柠檬，再说一遍，哎。谁给你的勇气？小气！他别让我再碰见他，不然我……他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我告诉你，陆继明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叫我宁总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都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从你当上总监，我估计那时候应该退休了吧？那我争取让你早日享受退休生活。柠檬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哎。你是想气死我？气死我影响了是吧？